大家好，我是 4D 班张家朗，我是 4D 班黄仲文。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开始前想大家看一段片先，记住大家看到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特技片段。I wasn't ready!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but I'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here. 大家看完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是不是想看更多呢？今天介绍的书是《人生不设限》，作者是力克胡哲。他出世的时候没手没脚，所以他创立了一个没有四肢的人生一个非营利组织，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有演讲过，更加获得世界领袖的接见。力克取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更被提名澳洲青年典范，担任总裁，同时拥有自己的公司。这个就是他的小家庭了。这本书有很多章节，其中五个都令我看完又想再看，因为实在太好看了。第一章呢，就写着当妈妈提到我出世时，她不想抱我，再怎么说还是让我很难受，我已经够不安了，结果还听到自己的母亲说她连看我一眼都没办法，那种感受你自己想象一下吧。看到这里呢，我都觉得好难过啊！咁你觉得边度系你觉得最深刻噶？就系佢写到无法因为忍受让家人为佢死终身悔恨而决定终止咁嘅行为，第一次意识到要为自己快乐负责。曾经一天内被十二个人取笑，最后因为一个同学嘅正面肯定而重新振奋，实在令我思考咗好耐。其实呢本书吸引嘅地方好多。真系睇咗先知道噶。最后，我想同大家分享力克讲过嘅呢几句说话：我有选择，你也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对不足之处念念不忘，可以选择苦涩、愤怒或悲哀，或者在面对艰难时刻和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士，我们可以选择从经验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为自己的快乐负责。我觉得呢几句说话真的可以成为我的座右铭。力克仲有很多著作，大家可以去图书馆借多些去看。今天好书推介就到这里，多谢大家。